过来啦，来玩游戏啦，这个，哎呦我去，多点投放，这点儿太多了呀，不知道铺哪个了，嘎，你看嘎的都有点不知所措了，不知道铺哪个了，果果，太多了，这叫什么暴雨梨花针呐？这有这个苗苗，这个心眼儿很少，很单纯，很幼稚的，还扑呢。哪个？哦，哎呦呦呦呦！哇塞，好厉害呀！啊，这家伙拍门呢，嘎的就，我满天星啊，嘎的，你知道扑哪个好？哎，你还过来啦？哎呀，这咋换不了图案了？别着急啊，我争取变换图案，让你们玩得更开心一些。完了，这是上次给摔坏了，怎么转图案不变了啊？哎，路易也过来了，满天星，看看，哎去，路易像个小魔怔似的又跑了。来来，继续，来滑步，咔的，来。这相当于在那个冰上打出溜滑似的，出溜滑，换不了图案了。这你们上次谁偷我这个激光笔？我放在桌子上了，然后是我忘了是谁了，跑桌子上就偷我这激光笔去了，掉地下就摔坏了，摔了好几半儿。我这是捡起来拼成现在的激光笔的，你瞅瞅，路易干啥呢？跑的也不正经，行不行？这个点儿，这么多点儿太多了，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头摘掉，变成一个头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只追那一个点儿。也稍等啊，哎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，苗苗都急了，来管我要来了。好嘞，灯比较亮哈。苗苗，你不要抢嘎达的风头，因为嘎达最拿手的还是往墙上连跳，嘎达嘎达，来，嘎达，来连跳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哇，好帅呀！接着来的嘎达，来一个两个，这是跳得太矮了，这是有点糊弄啊。看路易怎么样？路易。陆小艺，小陆毅，这家伙，这有几只猫特别爱玩激光笔，嘎的、苗苗，还有楼上的灿灿。嘎的和苗苗倒是能玩到一起去，喜好、品味还相差不多。哎，你咋跑这来了，苗苗？还陆毅，路易，我去，我路易，你到底是追光呢，还是你瞎跑呢？这小踢踏舞，哒哒哒哒哒，来来，这两个小家伙多可爱！哎呦呦呦，嘎达，嘎达，现在有点偷懒了，把这个爬墙那活儿都给。苗苗了啊，是你自己不爬墙了？路易在外边自己在那跑，也不知道跑什么劲儿。我去，哎呀，路易，哎，终于是对着光在发神经了。要平常都是自己瞎发神经。来，哎呦，好嘞，这视频先拍到这儿啊，你们歇会儿，